梁咏琪呢日出席活动，透露一家人都做咗基因测试，结果仲令 Gigi 喜出望外添。我觉得这很神奇，就是，我可以提早知道我的一些有可能的，疾病的可能是 cancer 啊等等，然后提早去做出预防。幸好我的报告里面，所有比较严重的疾病都是 negative， 对，所以就比较安心。那我家人也有做。还有一个很神奇，就是我的报告说我的皮肤比真实年龄年轻。还有一个也很神奇的，就是抗压的能力，因为我的在报告里面抗压能力是属于最高的。不过最令 Gigi 觉得神奇的就是结果显示女女唱歌跳舞的天分好高啊！真的就这么刚好，因为她真的很喜欢唱歌跟跳舞。而且他的语言天分也很高，所以，但是他的运动方面就比较弱。这个其实我在生活当中的观察其实也是这样，可能就是真的要给他报班，就是跳舞啊、唱歌，就是发挥一下他的潜能咯。说真的，其实我觉得他的唱歌跳舞的天分真的不是来自我的，真的是来自西班牙的，真的，就是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很喜欢跳舞，然后。就是真的是文歌起舞的那种民族。